截至目前，来自 SH48 Group 的33位竞演偶像已经先后登上梦想演播厅的舞台。上一期 BEJ48 Team J 黄恩如、 BEJ48 Team J 张怀瑾、 SH48 Team FT 王熙元、 SH48 Team N2 金颖月、 GNZ48 Team Z 杨圆圆、 SH48 Team S2 袁宇珍、 SH48 Team S2 陈冠慧、 SH48 Team N2 何小玉、 BEJ48 Team E 李子、GNZ48 Team G 谢磊磊、 SH48 Team S2 吴哲涵。经过选手互投名票、暗票加上场外粉丝点赞，最后名次现在公布。有请我们的十一位竞演偶像登场。这个舞台的话，对我们，因为我们平时有公演嘛，然后公演其实也是一个展现自己的机会，但是大多数的时候都是和大家一起跳舞的，然后最少最少就三个人这样嘛，很少就是有 solo。 这是我应该是也好像是第一次这样比较大的舞台上，这么大的舞台上去参加这样一个节目嘛，所以我就还蛮重视，也很精心准备，所以才去外面就是找了老师，就跟我一起教我一些东西。对，舞蹈就是在外面找的编舞。平时我们公演上跳的舞蹈都是那种很可爱啊，或者是可爱偏多吧，可爱元气，然后就是想让大家看看就是平时看不到的韩家乐，向我们的粉丝呢通过梦想演播厅这个舞台，然后展示一下自己更多的可能性。不然不青春，不梦不痛快。大家好，这里是为中国第一女子偶像团体量身打造的筑梦舞台。如今赛程过半，许多少女偶像都拿出了自己的压箱才艺，在这个舞台上勇敢追梦。在今后三周内，来自 SH48 以及 SH48 Group 四地分团，来自北京的 BJ48， 来自广州的 GNZ48， 来自沈阳的 SHY48， 以及来自重庆的 CKG48，每周仍有十一位少女偶像继续在这个舞台上以梦为马，秀出他们的魅力。还请粉丝们持续关注，为您的偶像打 call。此次投票规则突破常规，将分为竞演偶像互投和场外粉丝点赞两部分。每一期节目将会有十一位偶像参与竞演，在十一位偶像表演全部结束后，现场进行十一人内部互投。每位偶像拥有三票明票、两票暗票，不可弃权。五票中最多为同一名偶像投两票。每期节目开始时，场外粉丝点赞通道随即开启，粉丝可通过口袋四八 APP 参与点赞。每期节目的点赞周期内，每个口袋账号可用100积分兑换十个点赞权。星墨卡、乐享卡用户可以额外领取20个点赞权。每个用户可以选择一位成员进行点赞，点赞成功后会消耗账号里的所有点赞权。每个微信用户登录即可自动获得一个点赞权，可以选择一位成员进行点赞。每期节目点赞周期结束后，账号里未使用的点赞权将自动清零。新的一期节目，每个口袋用户可以兑换领取新的点赞权，点赞数将通过百分比转化为票数。每期十一位成员共同争取粉丝的55票。次周三中午12点，档期点赞通道关闭，并公布本期排名情况。排名最高者成为周冠军，将获得五 D 剧场单人一周的推广资源、五 D 官博置顶、口袋四八开屏等推广资源。所有参与竞演的偶像将成为7月28日在上海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举办的砥砺前行 SH48 Group 第五届偶像年度人气总决选演唱会开场表演的表演者。全部六期节目的投票截止后，将根据偶像互投和场外粉丝点赞数的最终排名确定表演站位，排名第一的成员将成为开场表演 C 位。感谢本节目独家网络视频平台爱奇艺、独家 APP 播出平台口袋四八。
首席媒体支持，新浪娱乐、新浪综艺登录首席社交媒体平台新浪微博参与互动。同时感谢独家战略音乐合作平台咪咕音乐、合作平台 Zucker、 一点资讯、超级星饭团、凤凰新闻、凤凰网娱乐、合作媒体腾讯娱乐、网易娱乐、搜狐娱乐、头条娱乐、唱吧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不然不青春，不梦不痛快，这不是综艺，这是梦想展示的舞台。梦想演播厅为梦想点赞。本节目由口袋四八出品。下面有请胡丽芝、卢静和龙毅瑞进入等候区，准备你们的表演。大家好，我是 BJ48 Team B 的胡丽芝。参加这个节目，我是五位上来的，差了两名，就是前二十名可以进，我是二十二名，就是觉得有点遗憾吧，因为那几天一直在二十名左右徘徊，更多是觉得对粉丝有点抱歉那种感觉，因为他们特别黏你。有一个机会遇到你，可以去参加录制啦。就是现在可以补位镜是吗？对呀、啊、对呀、啊。真的吗？不是骗我吧？不是专门录一个。因为我是替补的第二名嘛，按道理来说应该是轮不到我的，确实是运气特别好，所以说自己之前的准备也没有白费吧，粉丝努力也没有白费，然后也得到一个更大的平台可以展示自己的机会。有请来自 BJ48 Team B 的胡丽芝。加油加油加油。当你被通知参赛的时候，你当时的心情和反应是什么样子？要说真的还是假的呢？真的，说假的吧。先说假的。哇，真的特别激动，特别兴奋，太开心了，就是想飞到上海来马上录。这种机会太宝贵了，一定不能放弃，就是怎么样拼了命也要来。今天来我也是一整个晚上没睡，然后飞过来，然后刚刚调完了四场公演，所以其实到今天来说有一种体力不行的感觉。我觉得很震撼，没看到我就一直我一刚一直都没有说话。我在台下看感觉就是特别好。你觉得怎么样？就特别好。我在台上就因为我是第一次看到你们完整编舞的版本，真的特别好，有被吸引进去。我今天跟他说我特别紧张吧，还说你不要紧张，你虽然觉得在舞台上好像不是特别好，但其实我看着特别棒什么什么的，居然就特别有一个队长的那种就照顾我们的感觉啊。当时心里其实听了他的话，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点放心的感觉。我们团的胡丽芝的话，其实舞蹈的能力一直是公认的最厉害，然后因为他这个节目在编排的时候可能我也有去看两眼，是真的挺不错的，可以期待一下。大家好，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是一支舞蹈表演 Alice。爱丽丝是吧？穿的就很有那种爱丽丝梦游仙境的感觉。镜子里看到了自己。
谢谢我们的胡荔枝和他的助演嘉宾。荔枝对自己今天的表现满意吗？我觉得比我预期中要好那么一点点。这位是我的小前辈，他是来自 BJ48 Team J 的任月玲，然后他的舞蹈非常棒，今天这支舞蹈是我们两个共同创作完成。段奕璇作为北京Team B 的队长，来说一下吧。就是感觉特别自豪，特别骄傲，就感觉自己家里面的孩子长脸了。璇璇是我们的大家长，非常感谢我的粉丝给了我这个机会，让我能够参加到梦想演播厅。对于这次的总选，我一定会努力，不会让大家失望的，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 pick 一下我，支持一下我，谢谢大家。我会安排变装这个环节是想给这个节目增加一点就是看点吧，只是一个暗黑主题的话可能太单薄了，想说要不要再加一点可爱的元素进来呢，然后就是各个方面的想法一串合，想说那以爱丽丝，然后以黑化爱丽丝的身份来做一个这样的舞台。如果是满分制的话，给自己打个80分吧，就是自己的体力可能已经有点跟不上了，然后因为连日的连轴转嘛，然后算是在及格线上的一个完成吧。有请来自 GNZ48 Team N3 的卢静。今天准备了一个唱跳的节目叫红昭愿，你知不知道我们这场有两首红昭愿？哦，知道了。当时我还跟另外一首红昭愿交流过，然后发现我们衣服都是红色，怎么连鞋都一样？我是小鞋都一样。对，我们俩还撞歌，我们俩还撞道具，我们俩还拿椅子想过。对。但是其实后来，我就是发现其实我们两个不太一样，因为他比较偏重于舞蹈，然后我比较偏重于唱歌，所以我就改编了动作，就是从头到尾都是找我们老师，然后还找了我的后辈，然后一起编了动作。其实我们大家都没有什么空时间，因为编一支舞其实是需要花很多时间的，这个节目其实就是没有太多时间准备。就我们队还有另外一个人，然后我是他的助演，我可能练他的节目练得比我自己的节目要多，就是想说帮别人不能搞砸嘛。
不管这次跳的怎么样，就是觉得有把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留在台上就好了。相信自己，相信自己 ，free。大家好，我是 JZ48 天分碎的老曾，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 JZ48。加油！想要保护他的欲望。刀法千转万眼成花，是桥畔某处人家，发梢红纱刺绣赠他，眉目刚烈女作妆家，红脸留下枕上白发，杯中酒比划，年少风雅鲜衣怒马，也不过一刹那，难免数落儿时檐下莫测变化，却深海转身从容检查，冲击断过往，将细节都流放，可曾你嫌荒唐，才记得你的模样，谁提笔知两行，怀疑而你安康，变相的这沧桑，你还在我的心上，冲击断过往，将细节都流放，可曾你嫌荒唐，才记得你的模样，谁提笔知两行，怀疑而你安康，别想的这沧桑，你还在我的心上。哇，谢谢谢谢卢静。我看到好像我们后面的成员有好几位今天都穿了红色的衣服，而且都是古风。韩佳乐有什么想说的？我觉得静静跳得非常好。没有没有没有，闹闹，哎呀，我突然想叫你静静了，都沉迷于你的美色之中，你知道吗？我比较沉迷你的美色。看一看我们成员们刚刚为你写的题板。韩佳乐表示沉迷于他的唱歌和舞蹈之中，没有来得及。韩佳乐，我们是假的。哦、你居然一个字都不愿意写，没来得及画画，这代表我真的我都没有时间低头，全程在看你。哎，韩佳乐真的很会讲，哎，明明是自己没有写，偷懒没有写。韩佳乐很会找借口、哦。不是，这是真的，糟了，是心动的感觉。江山，刚刚他们两个就是互相就是私奔之后，我就已经不想亮我的题板了。我本来给他讲的是，就是。好过分呐、啊！因为我觉得他的红色和我的红色就很搭，然后就可以拜堂成亲了。但是刚刚他们两个就那一番就是那些不堪入耳的话之后，我又不想讲了。吃醋了可还行？对，生气了。现在场上的这个关系有一些微妙，有一些乱。
希望大家今年能够多多支持我，然后多多支持我们 Gen Z 48，还有支持我们 Team N 岁，然后大家都非常棒，非常不错，还有我的这些前辈后辈，大家一起加油呀，加油。我觉得我今天自己的表演的话，我觉得自己超常发挥了。我跟江山还有韩家乐的区别在于，就是他们可能比较注重于跳舞那方面，然后我是想边唱边跳，然后想比较想挑战自己，然后希望我的队友们，然后可以一起跟我一起努力的往前冲，一起加油，然后他们可以获得更多人的喜爱。GNZ48 加油 ，G 嘿 N 嘿 Z 嘿 48加油。下面有请来自 GNZ48 Team Z 的龙毅瑞，加油瑞子，龙哥，龙哥等你好消息。大家好，我是 GNZ48 Team Z 的龙毅瑞，大家可以叫我瑞子或者龙哥哥。可以介绍一下你的服装吗？很简单，霸道总裁。舞台想展示的风格就是霸道总裁。整体的风格的话，它其实反差蛮大的，前半部分的话是比较就是温暖的那种恋爱的感觉，对，恋爱的酸臭味。哇，就是这里，刚才在台下彩排的时候，我跟他说要不要换一个姿势。到后面一部分呢，就因为爱，然后爱到发狂，然后所以对自己爱的人会去想要让把他永远留在自己身边，然后会做出一些过激的行为，这样子。嗯，哇，画风突变。怎么了？哇，我鸡皮疙瘩起来了。其实这个对我的表现力来说还是挺大的挑战的。我请的助演是，对，是我们这队的郑队长，然后是龙艳萍。他给我的感觉就是很容易被欺负到哭泣的感觉，就选了他。我并没有要欺负郑队长的意思，我从来没有想过要篡位，真的，把这段掐掉，把这段掐掉。我试一下抱他，我试一下抱他吗？试一下，我试一下把我爸还行。我70公斤，你多少斤？天啊！哇！是吧？老鼠，不行，我的筋不行了，像一坨水泥，我就觉得很佩服。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节目叫做 Shades。 哇，好漂亮，好好看。
got me, oh you got me。我觉得可以让我起鸡皮疙瘩，全程全程鸡皮，真的很棒，对。好棒好棒，谢谢谢谢龙易瑞和他的助演小伙伴。有一点兴奋，对，兴奋赐予我死亡，赐予我生命。知道为什么兴奋吗？因为我们这个架架我们给他取了一个非常可爱的名字，叫做布丁。对，有没有很像？对，他刚刚差点散架了，然后最后居然没有散架，所以现在还又紧张又兴奋。对，又紧张又兴奋。好，介绍一下你的助演小伙伴吧。你看他拿的话，我有点紧张。紧张了。我的助演小伙伴呢，就是我旁边这位，是来自 GNZ48 Team Z 的阿平。大家好。那我刚刚看到后排成员有很多都有很大的反应哦，因为刚开始的时候他们两个很甜蜜嘛，然后就很开心，然后后来不知道他为什么黑化了。你想知道吗？我想知道。我告诉你，你为什么黑化？就是刚刚不是有一个那个动作是我抱着他转吗？最开始那个设定是我要抱着他公主抱那样转，可是因为他太重了，对，然后刚刚抱完之后，因为他太重，我的手臂很酸，所以我要掐死他。对，就是我们整个剧情就是这样子。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情侣的话你不要对自己注意一点，不要太胖了。许阳玉卓后半程全程在咬小手是什么情况？就觉得很神奇，然后就像我画的，就是我看的时候，你看这个是我的手，那是手毛吗？手毛，这是我的手，然后上面起了很多鸡皮疙瘩，对，就是已经到这种程度了。非常感谢我的粉丝们，一票一票为我打头，让我能够站到这个舞台上。这一次，这个夏天，我希望大家能够。再陪我一起再拼一次吧。听说你在那个表演前就是说到每练习一次都会很累。其实也还好，就是一点，就是我觉得练舞的人应该都会这样子吧，这样子的淤青之类的都是这样子的，也没有说很累吧。我觉得这个应该是练舞的人身上的勋章。有请来自 GNZ48 Team N3 的唐丽佳。我是 GNZ48 Team N3 的唐丽佳，你可以叫我丽嘎或者是丽佳。这次准备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节目？就是潮流女孩。平常自己很喜欢那种潮流时尚，所以这次选择的东西还有元素都有关于潮流，所以也选择了不潮不用花钱这首歌。这一次的节目的话其实跟我平常不太一样，就是可能这一次是唱跳，入团的时候其实我不会跳舞，就可能是在团队里面是最差的那个，就慢慢的觉得自己的不足嘛，就是要改进，所以就一直都有在练舞蹈，所以现在的舞蹈的话有很大的进步。那你觉得你
那你喜欢唱歌，其实你也喜欢跳舞。那我听说你有中泰歌姬这个称号。不敢了。那我们清唱一段吧，你帮我再。我就知道会有这一段。啊，好紧张啊。唱不唱我不服啊。对。我才发现梦想与现实间的差别，你这风让自己体验每一个感觉，就像是语言流泪喜悦看过这一天。我想追寻完美的世界，我要飞得很高很远，在我的世界。这个舞台对我来说但是很重要的一次经历吧，非常有意义的，也希望就是粉丝他们可以更加全方面的去了解我吧。接下来给大家带来的节目是不吵不用花钱。就用左手，生活就不用想太多。蹦蹦蹦蹦，心动张开眼睛，就记得当下的强烈。有时灵光一闪而过，牛顿也吃苹果。我的念头不太啰嗦，现实艰难如昨。请你不要到处抠抠，潮流需要抠抠，不小心就没抠抠。哦哦，用力到处抠抠，花掉所有抠抠，钱买不到绝活。你说，听说。说你听谁说，跟着暖色闹哄哄，匆匆匆匆，扑通扑通，如果扑通不要随便拒绝。有时灵光一闪而过，牛顿也吃苹果。Oh yeah， 我的念头不太啰嗦，现实艰难如昨。请你不要到处抠抠，潮流需要抠抠，不小心就没抠抠。哦哦，用力到处抠抠，花掉所有抠抠，钱买不到绝活。你的心还在 shit on my sofa， Burberry's pink shit on my sofa， Smudge baby lying on my sofa， Never hurts and kiss on my sofa。不要到处抠抠，潮流需要抠抠，不小心就没抠抠。哦哦，用力到处抠抠，花掉所有抠抠，钱买不到绝活。你们三个都是来自广州队的啊？对，都会讲粤语吗？少少，可不可以用粤语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好啊好啊，大家好，我哋系 GNZ48，
我是 GNZ48 的唐黎佳，大家可以叫我 Lika 或者是 黎佳。来，我刚刚只是放了个嘴炮而已，我不会。从日团到现在就两年左右的时间吧，所以学到的东西还蛮多的。对，其实 Lika 的话，他就是平常就是他之前舞蹈是弱项嘛，然后他就拼命的把这一项死练，然后到现在变成了强项。其实每一个人都是有潜力的，只是你要去挖掘发掘他，然后让他知道他是有那种可能性的。今天的表演吧，我自己觉得其实还蛮普通一般的，唱跳的话是相对于我来说会比较难，但是会就是说知道自己有什么不足的地方嘛，然后就可以跟着自己的不足的地方去改正。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还是愿意还是可以尝试一下唱跳，但是也希望可以展示更多的机会去展示自己的长处。对，有请来自 SHY48 Team S3 的韩嘉乐。乐乐加油。 Hello， 我是 SHY48 Team S3 的韩嘉乐。我在梦想演播厅上想展现就是红昭愿，想让大家看看类似于跳古风仙一点的韩嘉乐是什么样子的。看他最后一个动作，其实谢谢他跳得比我好。你也知道我们有两首红昭愿。嗯，我知道。当知道他和你歌是一样的时候，你心情是什么？我们两个可以一起跳吗？SN Hello 之前就不认识嘛，然后突然在 SN Hello 上接触到之后就一拍即合，就突然就觉得我们好像认识了很久一样，就很合。嗯，比赛第二，我们其实蛮期待嘉乐见面的，蛮期待嘉乐见面的。人家怎么就这样跑了？他刚说我们友谊呢，秀了一下，就这样走。点评一下怎么样？诗好，舞好，人美，歌甜。好惊讶，节目也是同一个，道具也是同一个，衣服的颜色也是同一个，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巧合有点巧得吓人，你知道吗？我们除了舞蹈不一样，其他都一样。裙子长，在这儿，这个中间点，差不多。万一砸了？就是砸了的情况下，我肯定也是，我就是跳的对的，因为这个舞就是我自己跳的，相信自己，我一定能行。街头胭脂色，柳絮沾白雪沾红，红花流沙。
下枕上白发杯中酒壁画，年少风雅鲜衣怒马也不过一刹那，难免疏漏儿时眼下莫测变化，隔绝山海转身从容检查，一声唱穷极端的望向世界都流放，可曾这些荒唐才记得你的模样，一声说谁替你治良好，怀疑你安康，别想了这沧桑你还在我的心上，一声唱穷极端的望向世界都流放，可曾这些荒唐才记得你的模样，一声说谁替你治良好，怀疑你安康，别想了这沧桑你还在我的心上。后排的卢静同学，看完沈阳的红昭院有什么想说的？哎呀，好，那你们两个有没有可能之后真的合作一版红昭院呢？肯定有机会的，有机会一定要跳啊。我们回去就跳。你们回哪个地方跳？在梦里。今年的总选的话，哎，先说一下谢谢大家，因为去年大家总选在第一年给了我一个那么好的成绩，然后今年我们就可以直接来到这个梦想演播厅的舞台上面，然后表演这个舞蹈给大家看，就是希望今年大家继续努力，然后我们要创新的目标。好，那今年的成绩，今年的目标是什么？今年的目标16，然后我们一起竞选8吧。作为沈阳团的成员，就是希望能好好的把 SHYFTA 打出去，就是让大家更多人的认识我们，认识这种偶像文化，然后认识我们这些小偶像，这么多漂亮的小妹妹在这里跳舞唱歌，为什么不来看呢？有请来自 SH48 Team S2 的吕一。大家好，我是 SH48 Team S2 的吕一，你们也可以叫我口口一。这一次是跳的一个不能完全算是现代舞的现代舞，叫雨声残响，所以说这一次就想到了我们队的蒋云嘛，云姐可能会有一些技巧，比如说踢腿啊下腰的这种，就云姐她能够做到，对，所以就让她来当主演。怎么了？流血了，你怎么讲流血了？他把这讲流血了，踩到什么了？你有纸吗？有纸吗？你应该马上用眼线笔写一个一。对，你脚破了，为什么那么开心啊？因为流血了。听说你有腰伤，因为我本身学跳舞嘛，然后。就觉得我这个伤其实就是小伤啦，影响不大，小事小事。风中吹过迷茫的心灵，仿佛问我今后终将何去何从，飘落眼底的细雨交织着回音，而我又走在谁走过的梦中，逃避着脆弱，挣扎着前进，碎落的水中隐约倒映出的身影，失去了自己清澈的泪滴从无尽的天空中坠落，散落何处的梦曾经走在雨中的是眼眶已逐渐朦胧，降落遥望寂静的天空，只是默默诉说着谁的笑容、哦、谁的泪中谁的伤口、哦、
不要这样。我身边的这位是我今天的助演嘉宾，来自 SH48 Team S2 的蒋云云姐，非常感谢我的云姐可以抽出时间来陪我。我听到我们的 staff 有说你是一个行走的表情包，那我们制作组也为你准备了一道考题，那就是命题表情包。就是你说什么我要做什么是吗？对，没错。哦，黑人问号，辣眼睛，冷漠，超凶，加油，比心。我知道了，比心。好，我们来看一看后排成员的题板。闹闹的，为什么画了三个雨伞啊？我想躲进你的雨伞里面。你今天怎么这么对这么多人都这么甜？你们都住进我心里了。那你心里装了太多人了，我还是住进云云的心里吧。祝你们幸福。因为这首歌呢，它的中文的填词是我非常喜欢的。不管怎么样，就像这首歌里面歌词写到的那样，未来的路始终是我们没有走过的。所以说我觉得无论最终结果怎么样，就是只要还能互相依靠着，那就是很棒的一件事情了，跟我的粉丝们。想来到这里表演这个节目的初衷，就是因为为了弥补去年的那个遗憾，就是因为去年没有完整的表现出来，就觉得非常的遗憾，然后现在就想通过这个平台把去年的遗憾给弥补，就是所以这就是我觉得应该算是给粉丝承诺的一个回报。有请来自 SH48 Team H2 的许阳玉卓。哎呦，大家好，我是酷酷的绵羊，来自酷酷的 H2， 我们的信念坚固，不在乎他人的厌恶。Yeah. 你是第一个报名的，就为什么会这么积极的报名呢？我也没有想到我是第一个，但是既然当了第一个，就更有心理压力了，也想跟粉丝传递说我是一个行动力很强的人，希望大家也能如此。第一首歌在那边互动完，从沙发前面走，然后去放麦，然后再来唱歌。因为我平常挑战的风格也比较少，所以这样的风格也希望大家能够看到，然后耳目一新，这样子也算是给自己一个很大的挑战。自己想多多尝试，就是创作之类的东西，还有包括以后最想尝试的就是编曲。丽人写的 rap， 可能还不太成熟，但是我还是觉得他是我的宝贝，就是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觉得没有野心的偶像犯起来没意思。因为就是有野心的话，你就会作为粉丝来说，自己也会获得一种动力，
你有想往上走的这种意志，所以我觉得有野心没有什么不好的。就从来没有这么认真准备过一个节目，希望可以惊艳大家。我给大家带来表演的节目是，名字叫做《我超帅》。Hey, welcome to my holiday.This is my life, sleeping all night. Oh, hey, you can have a perfect holiday. Just hold me tight and be all right. 最近的愿望是早上睡吧，好醒来。花一个小时躺在床上继续发呆，很多习惯自己从不改，手机点亮10%也很自在。 Top six 层都是都想去争取，他也是我非常动心，但不是我唯一的目的。Feel it, feel it. 幸福是什么，其实是一种状态，让我告诉你，每个人都可以当艺术家，可以更特别更用力地活在当下。我们用嘴吃饭，用鼻子呼吸，以为肉眼可见的才是正确的事情，却忘记了用心去感受美好曾经。都说正能量是心灵鸡汤，那凭什么负能量就能够理直气壮？每天都做着白日梦，想从早到晚躺在月球度假的白日梦。在白色的天台，我遇到了一个女孩，我对她说，你像地球上的小熊软糖一样可爱，只要有你我不需要创造101。谢谢你一直以来出现在我的生命里，从此以后我不会再上梁的你伤心，让我们一起 live in peace。I can't tell you what you really is, I can only tell you what it feels like. And right now it's still not in my vampire. I can't breathe but you'll survive when I can't fly. As long as the wrong feels right inside my incline. High up the low, drop from my hate. It's loving, having pain. I love it the more I suffer, I suffocate. And right before I'm about to drown, she ruthlessly takes me. She fucking hates me, I'm not loving. Wait, where you going? I'm leaving you. No, you ain't come back, be running right back. Here we go again, it's so insane.Superman, but the wing is back. She loses length, but when it's back, it's over. I feel so ashamed. I snap, who's that dude? I don't even know his name. I lay hands on him and never feel solo again. I guess I don't know my own strength. Close the door and take your clothes off where you are. I turn you on, cause I love to see you glowing. Yeah. I know it's good, I can tell by the way you walk.Yeah. I pull you close, cause I love to feel you coming down. Cause the mattress is so far away, and my clock is watching, ain't no time to waste. Since my hand's already down your waist, you better show me that you want it right away. Cause I'll freak you right, I will.I'll freak you right, I will. I'll stick my tongue out, speak that language, use my foreign skills. My hands all in your hair, naked before we hit the stairs. Can't even make it there. No, we ain't gon' make it to my bed. I know we ain't gon' make it to my bed, no. No, we ain't gon' make it to my bed. Tear it up when I get wasted.
eat it up. What's for dessert? Already swerving on that car. 你不娶我为什么要来撩我，走开点。没有，你说你叫我上台，信都是真的耶，信都是真的，你看有惊喜。哇，好甜哦，哇太甜了。 是什么？他的自画像。他一直就是我心里的那只珍珠，然后就是代表他在我心里的样子。总选加油啊，加油。这我想把我写黑板上的话给他讲哈，就是阿阳必须火，阿阳不火天理难容，然后就是一个锁，然后就是一个锁。哎呀，其实我觉得我的想法和我第一首歌是一样的，因为我第一首歌我自己写的旋律和填的词，然后名字叫做 Holiday。当你们难过的时候，希望可以听听这首歌，然后至少能够给你们在这个夏天带来那么一点点的正能量，我就已经很满足了。然后也希望你们能给我力量。其实一直都没有想节目名，然后是站在那上面的时候，前三秒想到我超帅，就直接说出来了。你这个表演打几分？88分。因为我觉得就是还有一些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下一位竞演者是来自 SNH48 Team H2 的孙珍妮。你最美。大家好，我是 SNH48 Team H2 的孙珍妮。这次是演唱我刚出演的电网剧《天意》的主题曲，女主角。大家都说你颜值很高，你自己怎么看？大家能夸我很漂亮我还是很高兴，但是也希望我去录节目啊唱歌什么的，就别人夸我声音好听或者是能看到我别的优点，我也会很高兴。就这两天就可能空调开太冷感冒了，担心在舞台上破音，因为现在嗓子就是唱歌的话真的有点勉强，希望能给大家多展示我的才艺，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多了解我，然后多支持我。孙珍妮要结婚了。哇，和谁？我是和我吗？羡慕你，感谢你们在我还未出现的那一刻一直默默等候，直到我出现的那个瞬间。感谢你在我诚惶诚恐爬到顶峰之前一直给我驻足凝望的守候，感谢你看到了我拼尽全力流下的汗水，却骗我说你看到的是灯光刺眼而滑落的泪水。我只是我，而你却是你们。天哪，我愿意做你们的女主角。我也想把他拉下。下的交往
常住在罗马丁琴 Rose 拥有他弹你前着你的手心环游电影的旅行聚光灯下的骄傲其实单纯的美好孩子气的玩笑只有我知道你是最佳女主角你乖乖的笑像只猫等待一个散场的拥抱你是我你是眼睛有泛泪光吗？对，怎么啦？因为就是想到很多事情，然后也是有进入角色吧。因为这首歌是我出演网剧《天意》里面的一首歌，然后就是我在《天意》里面演的这个角色天一，他是一个很悲伤的人物，然后呢，但是他在剧里就是很幸福的一个瞬间就是他结婚了，但是因为他在剧里很好的朋友是钱小芳，他是一个现代人，然后我也很想给他一场来自现代的婚礼，就是在这个舞台呈现给大家。其实这是我参加的第三次总选了，但是前两次总选都没有很明确的说出自己的目标，可能是因为自己内心就是太过于软弱，所以就各种害怕各种顾虑，所以就没有让粉丝有个明确的目标，然后让他们也很不知所措。我的目标是这次要冲进选拔，也希望大家能支持我，跟我一起向前进，我们去更高的地方看风景。就是今天嗓子的问题，感觉歌唱的也没有达到自己心中的那个水准，就到后半场其实就有点坚持不住了，因为这喉咙的确是有点难受，但是就是上场前多喝了点水，就还是坚持下来了吧。有请下一位表演者，来自 SH48 Team H2 的江山。加油！加油！我会的，江山，加油 ！Hello， 大家好，我是 SH48 Team H2 的江山。就是为什么选《离人愁》这首歌呢？就是因为我之前在某个 APP 上就是看到过这首歌嘛，然后就发现他的舞蹈也蛮好看的，而且就是有那么，就是我很喜欢的那种很潇洒的感觉，然后所以我就选了这首歌。是，我们也有两首《红昭愿》。啊，我知道有两首《红昭愿》。什么？唐家乐和蒙静，这两个一样的歌，《红昭愿》。惊了，我本来也要选《红昭愿》的，还好我没有选，不然我们就三个歌了。春去白了花发落寞了思量剪下一缕愁丝折磨让人忙竟人断了肠
今天各一方，今生与你相见无望。繁华落幕，离人难甘诉衷肠。昨夜又见当年弃我不归郎。今夜太漫长，今两顾洋洋，今人必枯叶瘦花黄。我饮在江湖悠悠，饮一壶浊酒，醉里看百花深处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繁华落幕，离人难甘诉衷肠。昨夜又见当年弃我不归郎。今夜太漫长，今两顾洋洋，今人必枯叶瘦花黄。我饮在江湖悠悠，饮一壶浊酒，醉里看百花深处把那关外一遥无留佳人等候，梦里上此情高几楼。我饮在江湖悠悠，饮一壶浊酒，醉里看百花深处愁。莫把那关外一遥无留佳梦里上此情高几楼，梦里上此情高几楼。好的，感谢江山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现在觉得今天的表现怎么样？还行吧，就是感觉又有一点站不稳，因为我没有试过这个干冰嘛，我不知道它会不会滑，然后结果我今天一试果然非常滑。但是全程还是很稳，虽然有干冰，但是好像没有怎么影响到发挥。好，我们下面来看一看成员们为你写了什么样的题板呢？我觉得他今天跳得特别稳，今天你的舞蹈水平跟你的美貌一样优秀。就感觉醉翁之意不在酒，哇，太美了。那在谁呢？在你。然后卢静是在刚刚画的三个伞上面又加了两个伞，对吗？对，其实我最爱的还是你。没有伞了，没有伞了，我刚刚看过了。好的吧，那就勉强同意吧，复婚一秒钟好再离。因为我今年给自己定的目标是第16名嘛，像我知道我自己现在就是各方面就可能实力啊什么的就还配不上这么优秀的名次，但是我永远把这个名次当做我现阶段的目标，然后我会朝着这个目标去努力，也是希望我的就是粉丝啊，就僵尸宝宝们就是和我一起，然后我们就像我证件里说的，就是拿下这场战争。谢谢。如果你要给你自己的节目打一分的话，你应该打几分？满分100分的话，我给自己打40分吧。就是因为
就是因为就是之前不是说没有拉票公演嘛，然后就觉得之前没想到现在这么忙，就现在正好实习啊什么的都赶在一起了。就是我之前以为就是这段时间我会比较空闲嘛，然后就以为自己可以做很多准备，然后但是没想到正好这个星期要实习，然后学校还要考试，然后还要握手会，就很多事情，然后我就在学校的时候我也没有准备，然后就。我看到那个许阳在表演节目的时候有送给你一封信，能告诉我你看完以后的感受吗？就是我觉得他真的就很暖心，他就写让我加油，然后但是因为他知道我一直很紧张，然后我就觉得哇真好，因为我就是马上就算是大三大四就不用上课了，然后我会有更多的时间，然后专心投入我现在想要做的事情，就是需要进步的地方，然后我相信投入的时间和精力还有努力是不会辜负我的吧。下面有请来自 SNH48 Team H2 的万丽娜。加油。大家好，我是 SNH48 Team H2 的万丽娜，因为今天的歌曲是夜行的黑猫，然后所以就买了两个耳猫耳朵。好可爱。其实我还准备了一个猫尾巴，不过我决定不戴了，因为更羞耻。太羞耻了。这次节目的道具就是准备的是挺多的是吗？是有点多，就主要是大型道具，想的是那种优雅一点的感觉，但是具体出来可能会跟我自己想的有点不一样，所以我会尽力完成吧。总是惊扰我的梦，别怪伦敦三月的风，鲜红鲜红猩红藏在最亲密的口舌之中，一般用任性的骚动，心像裂缝，就像火种点燃惶恐，表演着关心你的面容，掩饰不留痕的刀锋，所有甜言蜜语就像利爪藏进指缝之中，是谁在逼我不宽容，所谓人心深渊万种，谁比谁懂。 Oh baby 放心放心放心，我和你一条心，千万别恐惧 baby，心交给了你，和你和你和你绝对没有秘密，那简单只是道具，别在意，给你给你给你绝对没有野心，不小心露出怀疑，只是安排剧情，和你和你和你绝对没有秘密，那只黑猫只是你。
怪当时何必再相逢。你离开后，我会哭到双眼红肿。好，谢谢娜娜精彩的表演。为什么会选择这首歌？关于这首歌的话，是我们H 队的新公演《头号新闻》里的一首歌，然后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这首歌，所以就想说把它稍微改变一下，然后带给大家。好，那成员们心中娜娜是个什么样的队长呢？是一只性感的猫，但我画工其实不是很好，但是我很努力的突出了，就是红唇还有那种痣还有豹纹都是性感的人。豹纹，豹纹是一只性感的猫。娜娜在我心里面就像一只就是千变万化的小猫，可以驾驭各种风格，对，所以很棒。因为我不知道怎么画出你的就是性感和可爱，然后所以我就画了一个我，就是我的眼睛变成了爱心，然后就是溺死在你的酒窝里了。哇，画了一个猫脸，就是又可爱又性感的那种。我也爱你啊。哇，好，总决选这一次有什么想跟粉丝说的话呢？其实我真的是参加了5次总决选。我的粉丝说我非常的不坦率，就是不怎么会说出自己想要的东西，然后我这里要说我想要进 TOP16。 加油。上台是挺自信的，但是不是很完美，打个6分吧。就是我觉得我跳舞部分还行，但是唱歌真的令我很非常的遗憾。你作为队长来给你队里的人的表演打个分吧。我觉得这次大家都很棒，你像江山的话，之前他是不敢一个人上台表演的，然后他这次一个人在台上也没有那种怯场的感觉，我觉得他真的进步了很多，满分。然后珍妮带入了感情，我觉得也非常棒，满分。阿阳满分。下面有请我们本次竞演的最后一名成员，来自 BJ48 Team B 的段奕璇。哈喽大家好，我是 BJ48 Team B 的段奕璇。为什么是不知道，就是因为 Team B 嘛，然后我们 B 的手势是这样，有一个小写的 B， 然后也是棒的意思，对，然后这自然动作自嗨，对，我是自嗨型的，就不管什么场合把我放进去的话就不会觉得很冷了。你算在队伍里面算是最嗨的吗？就是嗨到被别人嫌弃的那种。我们队的人都很嫌弃我，隔壁队的人也很嫌弃我。你饿吗？有点饿。这里面好像有吃的。哇，有吃的。水饺，水饺忘在哪里。哇，我们煮一点吃吧，好不好？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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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啊！你也玩的意思了。不玩了。我真的特别好吃哦。我知道你是北京团的第一名，你觉得这个第一名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这个第一名对我来说意味着压力和动力吧。每一次出去工作的时候都觉得想要如果通过我这一次表现人家还能够注意到 BJ48 的，甚至可以说我有那种想法去让 BJ 其他的人也能获得这些机会的话，我觉得这是第一名需要去做的事情。其实这个音乐名字本身叫做疯子，就是其实是一首很内心世界的歌，然后也去想了一套舞蹈动作，想要去呈现就是另外不一样的自己。疯子嘛，就真的是在演疯子。Thank you.
息。好，我们的段奕璇现在要去换一下衣服，擦一下吧，对，有没有毛巾啊？一下毛巾吗？谢谢。其实一开始有说从病人的一个角度去寻找灵感，因为当时可能选这首歌的时候，就是我们报名的时候很痴迷那种病态美，然后就想要做一些偏这种方向的一种，跟自己平时表达给我们观众、给我们粉丝不一样的感觉。谢谢谢谢段奕璇为我们带来的精彩演出。首先来介绍一下你身旁的这位小伙伴吧。我身边的这位小伙伴呢，是我们 BJ48 Team B 的军姑严明君。大家好。嗨。Hello。 嗨。刚刚看到道具非常的丰富啊，那个大水缸什么的，为什么会想到做一个这样的设计？就是平时看的这种资料，影视资料也好，电影也好，就是脑子里喜欢的场景太多了，然后就想要一一把它实现在这个舞蹈里面。好的，我们一直在努力的小段，现在来回头看一下我们的后排成员向你发出的提板。天哪，他们都不走心，竟然还有时间画画，我全程在看。你骗人。真的，你又来了。你骗人，我都呆了，目瞪口呆。娜娜，满足你的心愿吗？这不是刚刚跟别人画的都特别好看，真的。
你不是说想让我帮你画画吗？然后我就用了你特有的方式帮你画了断式画法。这什么呀，我画的比较好看多了好吧。我觉得后期老师可以剪一个剪一个段奕璇画的跟娜娜画的对比一下。好，那我们的段奕璇总决选马上就要到了。对，有什么想说的话？我想说的是，今年呢是我们一起参加的第三年总选了，然后这一年呢其实对我来说是既有压力又有动力的一年，就特别害怕自己做的一切配不上这个名次。从2017年下半年到2018年今天为止，我都一直有在努力的奔跑了，所以不管最后的结果会怎么样，你们也继续和我一起奔跑吧，爱你们。可能自己一开始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没有想到道具最后没有按照自己所想的那样的方向去发展，所以还是遗憾蛮多的。其实打7分，给明一下狐狸芝的表演吧，给他打个分。狐狸芝我觉得是9分，扣掉的1分在哪里呢？因为他节目开始之前真的很焦虑，然后也是希望他能够一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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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更加成熟吧。大家都很厉害，我真的这一次很开心，因为觉得大家，因为大家的团人很多，说实话你不能够每一个人都那么熟，然后这一次有这个机会就感觉跟大家彼此关系又拉近了一步，其实还是很喜欢这样子的机会的。好，那今天大家已经全部完成了自己的竞演，相信大家心中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那么你们就要拿起自己手中的小题板，写上你把票投给谁。你们的名票有3票，如果想给同一个人投2票呢，就在他的名字后写一个二字。好，倒数5秒钟，5 4 3 2 1，停笔。好，现在请亮出你们的小题板。珍妮的那个婚纱特别美，真的，我就画了一个城堡给她，我觉得她就是像公主一样，真的很漂亮。狐狸芝，然后应该是后背，对，我觉得他很棒，也是属于那种有点显感觉，就是那种抒情的舞蹈，他们都表现得特别厉害。还有吕一也是，他们三个感觉都是这样子的感觉，很吸引人。小玉卓前辈他是就舞蹈技术方面，就是他能驾驭非常高难度的舞蹈，然后非常的从容，然后就真的非常的帅气，然后就跟他那个节目名字我超帅一样，所以真的很吸引啊。这一次的话就是很多现代舞，然后很多古风的东西嘛，所以我觉得自己可能就是在风格上跟他们有所不同。我觉得段奕璇也很厉害，就是最后那个现代舞的那个，我觉得真的给我印象特别特别深刻，感觉他很有想法，就是道具也用得非常好，就与菌菇的配合上面也非常的赞，就是他们俩卡点真的卡得很好。感谢本节目独家网络视频平台爱奇艺，独家 APP 播出平台口袋四八，首席媒体支持新浪娱乐、新浪综艺，登录首席社交媒体平台新浪微博参与互动。现在请亮出你们的小题板。好的，谢谢大家的投票。那我们最终名票的结果到底是怎样的呢？请看大屏幕。恭喜段奕璇暂时获得了名票的第一名。哇！对，这就是我们最终的结果。段奕璇前辈，因为他是最后一个节目嘛，然后就是那个留给我的震撼，那个冲击就一直到我让促使我第一个写下他的名字，真的是那种，因为其实我还挺喜欢就是比较有自己想法和构思的那种节目，然后所以而且你表现的真的非常非常非常棒，谢谢，非常的有感染力。谢谢段奕璇前辈，我是真的看呆了，
我看到我不知道下笔要干什么，就下笔不知道写什么，然后整个人就在那看着，然后看完之后我也不知道我该画什么，就没有办法来形容这个。第二名许阳玉卓七票。许阳前面表演完之后在休息的时候说，前面为什么你唱歌可以这么轻松啊，就感觉就是很轻松，就很轻快，很享受那种感觉，然后跳舞也是，所以我觉得很有实力，所以我就投给了许阳前辈。很棒，就你看又能唱又能跳，然后就什么都好，就是阿阳不活天理难容。第三名万丽娜四票。因为就是黑猫这首歌是我们公演的16人曲，然后就是感觉娜娜把它演绎的更加性感，然后也有可爱，就是很喜欢。其实我也有一直在看前辈们的公演之类的，但是感觉平时里看到的娜娜前辈更多的都是在舞蹈方面会比较有突出的表现。对，然后这次她挑战了唱跳，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厉害，而且我也知道真的唱跳非常难，因为我唱歌真的很差，对，所以我都是参加这个都规避了自己的短板，但是我觉得他们能够做到说把自己不是最擅长的东西也能拿出来向大家展示，真的是非常了不起，非常喜欢。对，就是这样。11位竞演偶像互投环节结束，场外粉丝点赞通道持续开放中，粉丝可通过口袋48 APP 参与点赞。每期节目的点赞周期内，每个口袋账号可用100积分兑换10个点赞权，星沃卡、乐享卡用户可以额外领取20个点赞权。每个用户可以选择1位成员进行点赞，点赞成功后会消耗账号里的所有点赞权。每个微信用户登录即可自动获得1个点赞权，可以选择1位成员进行点赞。每期节目点赞周期结束后，账号里未使用的点赞权将自动清零。新的一期节目，每个口袋用户可以兑换领取新的点赞权。本轮粉丝点赞通道将于7月4日中午12点正式关闭，并公布本期排名情况。排名最高者称为周冠军，将获得5D剧场单人一周的推广资源、5D官博置顶、口袋48开屏等推广资源。所有参与竞演的偶像将成为7月28日在上海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举办的砥砺前行 SNH48 Group 第5届偶像年度人气总决选演唱会开场表演的表演者。全部6期节目的投票截止后，将根据偶像互投和场外粉丝点赞数的最终排名确定表演站位，排名第一的成员将成为开场表演 C 位。感谢本节目独家网络视频平台爱奇艺，独家 APP 播出平台口袋48，首席媒体支持新浪娱乐、新浪综艺，登录首席社交媒体平台新浪微博参与互动。同时感谢独家战略音乐合作平台咪咕音乐、合作平台 Zucker、 一点资讯、超级星饭团、凤凰新闻、凤凰网娱乐、合作媒体腾讯娱乐、网易娱乐、搜狐娱乐、头条娱乐、唱吧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本节目由口袋48出品，不然不青春，不梦不痛快。每周日中午12点，为梦想点赞。梦想演播厅，才艺饕餮之宴。通过这个平台，我想在这个舞台上再挑一首。赵月，72小时5G炸翻天。没有尝试过这类风格。莫寒，挑一首歌就很单薄。自编自导自演。造型百变，就希望自己的努力能被看见吧。这首歌又比较难，觉得应该突破一下自己。每个人都有特别神奇的想法，就感觉压力还挺大的。梦想演播厅第5局 Seven Senses Blue V 首次正面交锋，半路却杀出莽撞人。来看一看目前的排名，请看大屏幕。
7月8日，梦想演播厅，谁唱凯歌？本节目由口袋48出品。